一下它的厕所的里面，这个侧尾帐变成侧边帐，好的爱心保护。小舅舅要去哪？有看到吗？我们已经进来深山了。我们今天要来去找一个全台湾最深山的一个部落，也是台湾台电最晚供电的一个部落，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。我们今天来去体验一下台湾最深山部落的生活，跟我走 ，Go！右转露营区，右转，右转，直接走到右转就部落。台有多远？开15分钟。15分钟。嗯、好行。啊，历经千山万苦，还要15分钟。哎呀，爸，今天是怎么了？猪狗也会骗人。哇，
好吃。啊，今天这个是什么面？嗯，
早安。我们现在先来去逛营区了。今天来到了司马部落的旧址营区。哇，昨天下大雨，现在早上出大太阳了。这个营区它有分三个区域，那我们先从 A 区开始。A，这个营区不大，那每个区大概能搭大概七个至八个的帐篷。今天是假日了，满满满的。哇，这个是 A 区哈，现在这里面也搭大概11至12顶帐篷，是草地的。昨天下雨，地上不是哒哒的。再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厕所，这是 A 区的厕所。洗手台，这是他的浴室哈，浴室有热水，厕所有蹲的有坐的，晚上热水有供应，没供电倒是真的。所以这里要来这里的话，如果说是假日来，可能要真的提早定位，慢慢慢。可是昨天下雨，地上就这样子。再来往 B 区了。这里是 B 区营位，要 overload 人 overload， 这边也大概能搭大概8帐左右。这是 B 区营位的拍出去的风景。B 区它的厕所是要去 A 区跟 A 区共用的。来看一下 D 区的营位。D 区的营位，它大概也能搭大概7帐左右。D 区营位，都不会找我。再来，这个是营本部哈，然后他们自己也有民宿，要民宿的可以跟他们接洽，民宿好像也还不错。再来，我们来去看一下它的 D 区跟 C 区的厕所跟浴室。我个人觉得它是最有特色的。这是 D 区跟 C 区的卫浴厕所，很原住民风味，很原始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厕所的里面，这里是马桶，这里是淋浴的。它这一间的厕所是跟淋浴间是一起的，很特别，我蛮喜欢这样的风格。旧址部落，神木群。它浴室跟厕所大概都一样的，这一区的浴室跟厕所有4间。这边营主有提供吹风机，吹风机它是有供电的，其他是没有供电的哦。我们再来去看一下我们那个西区，这是我们昨天搭的这一区。其实这个营区哈，只要下雨，地上就会都是泥巴了。这个是真的很伤脑筋了。西区它能搭大概6帐，它写的是6帐，是7帐。这边它有提供3个洗手槽、洗水槽。昨天来的时候刚好下雨，我今天把这个车尾帐变成侧边帐来搭了。上来那个司马库斯就会看到有一个无烟补给站，上面是餐厅。
是他们这边的教会，很原始，很传统。这是司马库斯在地的一个小学。其实像这样的园区，应该真的要好好的爱惜、保护。上来司马库斯哈，这边是他的停车场。那有个美食餐厅，加拿大美食餐厅。如果说是那个樱花季的话，应该就。因为这边的停车场哈，刚好就是巨木群登山口。这个巨木群登山口，来司马库斯的大部分都是为了这里而来的。来回大概三至四个小时。这边也有很多民宿可以住。